上课喽！大家好，大家晚安。哦，漂亮，我是村长。好呀，其他的人。啊，哦，是亲爱的，他叫小胖。有教你一点词啊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村长。漂亮，大家。村长好。好，欢迎大家今天呢来到铁花村。那今天呢的演出者也都是在地的哦，都是原住民的，都非常优秀。首先上半场呢是嘉琪，来自塔马里加朗部落，也是女生乐团其中之一。她今天呢，刚好有她自己个人的那个想法，在这里分享呈现给大家。那下半场是达汉，是吴正杰，也是来自高雄的布农族，非常优秀，他自弹自唱。那首先呢，村长宣布几件事情哈，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，今天台湾全国又报了83例，那台东呢有6个确诊，那希望大家呢六个，亲爱的6个，要不两个从心里面来的，从哪里来？我不知道，I don't know。不过呢，希望大家还是戴口罩哈。你如果觉得说那个什么，感觉到那个，还是要戴口罩哈。口罩很重要。全世界呢，就是台湾一直在执行这个口罩的这样子一个规范，所以说我们稍微比其他国家控制的比较好，那就是要戴口罩。那你在位置上呢，可以稍微轻松的这样子拿下来，那你也是一直戴着，除了你喝饮料之外，尤其你在离开位置之前啊，口罩一定要戴起来，好不好？口罩一定要戴起来，小心病毒就在空气中。那今天的门票呢是不付饮料的，那大家想要喝就自己再掏腰包再去买。铁花村的饮料非常好喝，消除体力，恢复疲劳，一定会让你睡得非常好，会让你，而且又会让你生龙活虎，消除体力又生龙活虎，这个有点，就是这样，而且刚喝的刚刚好是养颜，喝多了就是毁容，那大家还是要那个衡量自己的那个嘛酒量，毕竟每个人的酒量都不一样，那就是喝酒不开车，开车不喝酒。那虽然铁花村很需要钱，可是呢，还是提醒你们安全。但我们的狗都不会咬人，它会舔。OK， 不要摸，随意摸它，它们不是那么那个哈。今天天气有点不太好，它们也是会有情绪的。你叫它，它不理你，也不要沮丧哈，它也是有看不起人的时候。那这个在演出当中呢，大家可以拍照，但是不要用闪光灯，好吗？还有对，位置上呢不能够吃东西，我们有安排一个那个外食区在那边，你吃完东西再过来，在位置上。不能带外酒，不能带外酒。还有什么呢？不能抽烟，唯一抽烟的就在那边。有没有看到那三位帅哥在那边示范怎么抽烟了？在那边一直抽5根10根没有关系，那抽完烟，烟蒂不要丢地上，好吗？那边有个烟蒂桶，你不要丢进去。厕所，优秀的厕所在那边，先女生再男生。那你如果有用完的垃圾麻烦丢到那厕所前面有个分类的垃圾桶，把它丢进去，把它分类好，好不好？那希望在演出当中呢，演出当中讲话的声音不要吵到别人，好不好？好吗？声音放小，不要吵到别人。还有后面那几个人，你们声音稍微放小一点，要不然你们到旁边那边，后面那边，不然你们的声音会影响到旁边的人，好吗？我们希望说今天这个演出是大家是非常享受的，而是不是要听到杂音。好，那刚刚这个地方呢，你非表演工作人员不要超过这里，这边后面这个呢是歌手表演工作人员的进出的地方，你们大家就在跳，就在这边哈。今天天气也不太好，不太稳定，有点凉，希望大家的衣服都够哈。那最后呢，最后
我们要改成法会了啊！Amen。OK， 好了，没事。OK， 好。OK， 那中场会有休息时间，不过在演出当中，大家随时都可以走动。哇，你要离开位置之前，就是要先戴口罩，好不好？一定要戴口罩。希望大家都平安。最后呢，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，祝大家旅途平安，身体健康，来铁花得永生。好，耶，佳琪准备好了吗？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欢迎佳琪，耶！好呀，让自己拿酒，酒是很重要的调音器。OK。